超级可爱。就是这。还是这个东西吃了这么多天，快把它吃没了。翻箱倒柜，从家里翻出一个这个东西，回国的时候带的。我这一天的碳水都是从早上那个麦片里摄入的。今天麦片这个太少，我从网上订的那个还没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吃这个代餐粥，补充一下碳水。肚子都叫了，太饿了。我就倒一点点的热水。当时之所以要买它，就是因为里头有我特别爱吃的枣。看过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特别特别喜欢吃枣。开始加牛奶，目光呆滞。一想到待会儿要运动，我就泡好了。它的颜色还挺好看的，那紫色的。我平时视频里头不放我吃早饭的那个过程，每天都拍一样的东西，没啥意思。而且有的时候我早上脸还没洗啥呢。好了，80卡路里已经到我的肚子里了，现在就去锻炼把它消耗掉，加油。今天是耶稣升天节，然后我们这里是放假，既然休息嘛，我就起得很晚，现在已经是11点了我才到这儿。昨天晚上那个520的聚会，由于吃的不是很多，所以今天早上还行，没有那个体重太特别大的波动。打算做一个45分钟的 HIIT， 然后再做腹肌跟臀部吧，继续加油吧。全是汗。上半身的那个训练应该再加强一下，尤其核心嘛，所以这组动作就有好多 boxing 的东西。46分，然后消耗了531卡。现在开始做我的第二套运动，就自己做5组 burpee， 然后加100个这个小步跑吧，5个循环。OK。接下来要做不那么激烈的单人运动，腹肌。不要看我的头顶，看我的帽子，全是分界线。关键你们看，连帽檐这么厚的材质都湿了这么多。今天上午的运动部分就到这儿了，晚上再去跑个步，棒棒的。今天早上吃的那个紫薯燕麦粥还挺饱的，所以今天中午就吃这么一盘生菜，然后吃一个这个腌的咸鸡蛋，再放一点点肉汤。好，就这样。晚上打算做小羊生煎，所以留个肚子给他。一边剪视频，一边吃樱桃，那是太好吃了。今天早上练完了，这简直就有2条印儿。
这么一圈，这么一圈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太脏了，洗了半天，结果发现它就是晒黑了，根本就洗不掉。这儿更明显，这手环的地方超白的，其他地方特别的黑。因为放假，所以开车到了一片就是香槟的这个田里，就是葡萄田里，然后来跑这个步，换一个新的环境，能激励自己一下。疯跑的女子结束了今天的3公里，我给你们看看我的路线，从这个地方跑跑跑跑跑，顺着跑下来，然后跑这条小路，这边就是这个土坡，那边就是全部都是葡萄田，以后酿香槟用的，然后那边呢就是我生活学习的城市，超级小的，是不是一眼就望到边了，然后这片绿油油的应该是麦子吧，然后我再这么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跑这么一圈，然后就跑到这儿了。看我的鞋，简直了，好脏呀！给你们看，这可是真的土地呀、啊！我的天，脚下生烟，就是这样。哇塞！两个馅儿的，一个是这个猪肉跟大葱的，还要再做一个牛肉豆角的。豆角给搅了，再做红馅，打一个鸡蛋。糖、蚝油，我家这蚝油快没了，所以我给它兑了点水。酱油，香菇水。香油、料酒、老抽、植物油、胡椒粉、花椒粉、鸡精，牛肉有点柴，放点油。为了增香，这两个里头都放一点猪油。果馅儿。下午就和好了，现在我开始准备面。是牛肉馅的，超级可爱。我们现在包猪肉的。这两盘包子我就包好了，现在开始下锅。今天的晚饭就是这个生菜，然后再加一个生煎包，牛肉馅的，我觉得好好吃。